放下贪嗔痴慢，留着心愿念佛。世间所有的一切法，拢总是咱梦想变现的，不是真的，拢是幻想。你家己也当真的，错了，唔能去当真，拢嘛是假。贪嗔痴慢疑，就是烦恼习气。一下都唔通甲放咧心内，都爱断甲清清气气，真正是咱的完清祭祖，都是贪嗔痴慢。该放的爱放，该留的都是心愿念佛，咱来甲留掉的啊，无一个未往生。有一个未成就，心内应该有的，对早到暗，信愿念佛啦。如信愿念佛以外，全部拢嘛爱加放下啦。你的往生条件就是圆满咯，未加世间这些人搁在。风来咯，对人爱恭恭敬敬，欢欢喜喜，未结缘分，有平啊，欢喜接见风来。咱伫这个所在，时间无久咯，咱想要走，每一个人拢是好人。无就是歹人，歹人嘛是好人，未带着怨恨去别个所在去呀，带有怨恨欢喜的拢未当往生，怨恨啊消清气咯，全部拢放下，咱都嘛是一家人啊。伊对我有误会，不要紧。我未对伊也有误会。我是要来去见到世界。我也过来记着别人的怨恨啊，见到世界我就气未成咯。咱的损失较大啦，太大咯。为着要让我无丝毫损失，对人拢嘛是。亲人拢嘛是好朋友啊，人人拢是好人，咱则是好人，事事拢嘛是好事，帮助咱去往生，记录世界这个祖先啊，咱都爱顾着。你若讲别人无好，也是咱家己心无好。不是人无好，大人嘛好，囡仔嘛好，拢得爱用着爱心来个对待呀。关于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心，同生极乐国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